当你成为爽文女主。你俩谁啊？我猫呢？放开他，他跟你没有关系。有道理，男女授受不亲哈。你以为你送他一套菜穿一品房，他就不接受吗？你别说，我这肩膀上确实有点。怎么了？我这年纪也不小了啊，确实应该有个家。你不要想带他周游世界，他是不会去的。他不是那样的人。我觉得年轻人也不能老在家待着，也得出去走走了。可是我给五月申请了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，下周就要上课了。哇，你说回来，年轻人还是不能光玩的，还是要以学业为重的哈。校园不好了，林素梅五小姐的公司又盈利了，小姐现在是福布斯排行榜榜一了。五月一向淡泊名利，你居然用钱羞辱他！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你送他房子就是为了让他上房揭瓦？你带他环游世界，纯粹就是玩物丧志！你羞辱我，你让我不能还手！你给我有钱！这种屈辱就让我一个人受了，玩物丧志也让我一个人丧吧。还有，我爸是瓦匠，从小我就爱揭瓦。那耶鲁大学的学位？我爱国，国外的大学我就不上吧。五月。我要带你一起上哨，加一！别加了，希望我的牺牲可以结束这场争执。你们两个要好好生活。你放心，你永远是我最好的龟龟。这腿，这腹肌好呀。年轻人的超能力。啥？我错。犹豫。背着我学习呢。嘿。你好，这是您的咖啡。怎么能让对方听我的？我要找找自己的问题。他不会跟我洗脑了吧？他不会甚至觉得有用吧？你能 PUA 我一下吗？我不想不爱你。哎，算了，我自己来吧。你最好了，最棒了，你最爱我了，你最离不开我了，你爱死我了，你永远是我的宝贝。